我因为我去参观很多地方了，的科技啊干嘛，这种进步还真的是很有势头啊。而这个势头，我说这个轻质生产力啊，它可以说是带给大陆经济发展的信心，而且带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信心。那因此呢，我们说信心堪比黄金啊。那因为有信心就会产生动力，有这个动力呢，你就要想出各种的办法，有方法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愿意好好去做，它就有效率了，就有成果了。那是不是信心堪比黄金啊？人都是一样，任何人，国家政府人民都一样，只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认为我将来明天会更好，我会有前途的。那国家也一样啊，我看了我现在国家所有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有这个势头很好，我全力推动，而且因为这些成果让我更有信心，我有了信心就有更好的发展，中国发展起来了，带动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，这好事哎。